刘明一喜欢小燕儿，不可能吧？这有什么不可能啊？我妹妹那么优秀，喜欢他人多了。你什么时候跟马龙说呀？啊，这不找机会呢吗？你赶紧。好了好了，啊，知道了啊。看着脚下，慢慢来。哎，姐夫。姐，你怎么跟姐夫一块回来了？顺路嘛，他就把我带回来了。刘大夫。啊。嗯，你干嘛呢？学习自行车呢。看你累得满头汗，你。姐，你不知道这学习自行车可有意思了，等我学会了教你啊。教我呢？你笨成那样，等你学会猴年马月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刘大夫，我笨吗？小燕特聪明，而且胆子也特别大，没几天她就能学会了。她那是。我听听。你赶紧下来，赶紧下来。哎呦，我学骑自行车呢。没事，别急，咱们接着来。你跟小燕也这么说的？茉莉，你可真行啊，你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是吧？马龙，对不起，小燕那边的工作我确实是做不了。但是你，马龙，你到办公室来一下。没空。干嘛？小燕那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小燕怎么回事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小燕是我什么人？她一举一动我需要负责吗？小燕喜欢你，你就得对她负责。凭什么？就凭大家关心你。老大不小的人到现在还单着。哎，我单着，我单着怎么了？我单着是影响工作了吗？我影响你们了吗？我还把话说在这儿了，我马龙这辈子就打光棍了，怎么了？你们要看不下去没关系，把眼睛闭上别看。马龙，大家关心你，你别不知好歹啊。不用，我马龙不用你们的关心，我谢你们，我马龙受不起。黑个个的都有病。听到了吗？已经奏效了。你说他要是真生气不理我怎么办呀？那才好呢，那才说明他真的喜欢你呢。来，先下来吧。哎，慢点。累坏了吧？哎，骑车还真是挺累的。这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下午呢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哎，那你明天还来吗？来来，肯定来。太好了，那我等着你。好，嘘，走了啊。嗯，谢谢你了。再见。我等着你啊，刘大夫。哎呀，骑自行车太有意思了。茉莉，你会骑车吗？会啊。谁教的你啊？我以前的男朋友。也是男朋友啊？什么叫也是男朋友啊？小妖，你来，你和这刘明一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我们俩能搞什么鬼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刚才马龙看到你们两个那个样子可真生气了。气就气呗。哎，茉莉，你说马龙要知道刘大夫喜欢我，他会不会更生气？刘明一跟你说他喜欢你啊？那是他喜欢我，又不是我喜欢他。不过我也不讨厌他。这刘明一前两天可还说只爱他女朋友呢啊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喜欢你呢？他说我跟他女朋友特像，天真单纯又漂亮。像个鬼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男人的鬼话都不能相信，尤其是他们的甜言蜜语。刘大夫可不是那种人，真的，他说的时候可认真了，我觉得是真话。哎，我有时候想想，马龙还真比不上人刘大夫呢。哎，你说要是跟刘大夫谈上恋爱，那感觉会不会更好？小燕，这刘明一怎么能和马龙比呢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那得看马龙的表现了，他要是再对我这么爱答不理的，那还真说不一定。别进，先等一下，证件看一下。在这儿。这个人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证件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哎。
去买酒了。买酒？你他妈不要命了你！老大，陪我喝点。来，你陪我喝点。喝他妈什么喝？我他妈让你好好听听听听。你给我好好清醒清醒，老大。老大，我一躺在这张床上，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，我满脑里全都是共产党抓住我的画面，弄死我的画面。老大，你让我喝点酒，我只有喝点酒，我才能麻痹自己，我不想这些害怕的事。让我喝点酒。你帮混蛋天天对你严刑拷打，你他妈都挺过来了，现在我把你救回来，你自己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德行了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外面已经那么糟糕。我现在就差从卫生大队弄到通行证了，还是找莫莉帮忙是吗？以为我就他妈靠他一个人帮忙吗？我就靠他一个人帮忙吗？我还有别人，再忍几天，就他妈再忍几天。莫莉心中早已了然，林武阳教小燕骑车只是故意演一出戏给她看，目的就是刺激莫莉，逼迫莫莉帮助她。但莫莉早已想好，她是绝对不会再帮助林武阳的。马队长，刘大夫，嗯，又来了。今儿怎么没骑自行车呀？啊，落单位了。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刘大夫来我们区委工作了呢。求之不得。小燕，刘大夫，刘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给你做衣服去吗？哦，是呀，你看我差点给忘了，咱们做完衣服还得去吃饭，还得去看电影呢，是吧？啊，你不是还说了要请我去吃西餐了吗？这茉莉也在呢。小燕，送给你的。谢谢你了，还挺香的。茉莉，那你先帮我拿回去吧，我先跟刘大夫出去了。拿着。走了，走吧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再见。哎，茉莉，我看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呢，你说。这刘大夫还真有一手啊，小燕会不会也喜欢刘大夫啊？不会的，小燕儿就是比较无聊而已。我，营长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俩人关系真的不一般呢。但是茉莉干嘛生气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好事儿啊，营长。行了，有完没完？真的，人家等着我们换班呢，走不走？啊，不是，你想啊，小燕儿跟刘大夫好，就不会来烦你了。你这下不就清闲了吗？两全其美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跟我废话啊，我就把你的嘴给缝上。谢谢。这儿。对。刘先生来了，老板，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布料，好不好？您看一下，这个颜色怎么样？这个是不是太艳了？哎，您看看，啊，那个粉红色你喜欢吗？嗯，你决定吧。哎，真有眼光啊！老板，你看是这样哈，这身旗袍这儿呢一定要掐腰的，然后呢肩膀要稍微宽一点，
开气儿最好是在这个位置，好吧？哎，好好好。这个袖长最好比这件再稍微长一点哈。好的好的。穿旗袍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小燕，你年轻貌美，只有旗袍才能把你的美展露无遗。女人啊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曲线展现出来，男人都喜欢。你看，老板。是是是，来走走走，来我们进去量一下尺寸，好不好？行。量的仔细一点啊。那你等着我。您放心，这边请。要不要给你？给你来一身。你跟踪我？我不跟踪你，怎么知道你叫他骑自行车，给他做衣服？生气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整天缠着小燕，他就会帮你做事，他不会。你理解错了，我真心觉得小燕是个不错的姑娘。你追小燕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我不明白这些话你要说多少遍你才甘心。郑婶又怎么了？让他们去查好了，刘明一的身份跟经历全部都是真实的。有我在，你就不会成功。我是不会让你欺负谭小燕。我真想让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德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陪你了，小燕还在等着我呢。再见。好了吗？还不错。没事，你烫着没有？没有。小心点儿，你看你怎么老是爱走神啊！小心点儿。小燕儿，嗯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昨天你和刘大夫都干嘛去了？做衣服去了。他还带我去吃了西餐，还看了电影。哎，茉莉，你吃过那种牛排吗？就是带血丝的那种，我都不敢吃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。这是我做衣服的样子，好看吧？哎呀，明一就是在国外留过学，他眼光就是不一样。你是没看他给我选的布料，那花色太漂亮了，这要搁以前我都不敢穿。明一啊，你现在连他的姓都不叫了？他说这样叫显得亲切。小燕儿，小燕儿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。你要是再这样跟他下去，马龙真的会生气的。是不是马龙说什么了？那倒也没有。不过你前两天刚给人家送过毛衣，这两天又和别的男的走这么近，你让别人怎么想啊？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我没做丢人的事儿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和这个刘明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没什么呀，就是一起聊聊天，吃吃饭，看看电影。不过以后啊，还真说不好，没准儿还真跟他好了呢。小燕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和这个刘明一不合适，你相信我，你和马龙才是最合适的。那马龙对我什么态度？你又不是没见着，他又不喜欢我，适合管什么用啊？他不是不喜欢你，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个问题。你相信我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喜欢上你的。特大喜讯，特大喜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人，横渡长江，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，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，李宗仁、何应钦及南京解放了。
京的解放，象征着解放全中国的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，中国真的就要站起来了。茉莉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伟大，而相形之下，林武阳就像一个跳梁小丑，他的垂死挣扎怎么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？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，他的妄想注定会成为泡影。唐国完了，南京完了，国军几百万的精锐部队竟然没挡住共产党的几条部船。老大，党国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了，这回可以走了。表达，你容我再想一想，容我再想一想。还想什么，老张？这时候不走就死命一条了。如果我们贸然出去更危险，容我再想一想。啊，老大，你让我回家行吗？我想回家。彪子，我们是好兄弟，对吗？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我们都过来了，这一次也一定能闯过去。你能闯过去吗？你听，他们现在在疯狂的庆祝，我去给他们制造一点小骚乱，到时候就有机会把你送出去了，好不好？你等着我，哪儿都别去，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把你带走。你不是说一会儿要走吗？我先把东西收拾一下。啊，我多带上点。等我。我等你。确定好目标绝不回头的人，我说什么话你也听不进去。可是我知道留在这儿我们俩都会死。老大，我不能死。老大，我答应过这辈子陪着你的，陪不了。彪子，我下辈子给你做牛做马。你看，多热闹啊！哎，你看，快解放，解放，快！接过来，咱俩也去跳吧。哎，刘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你跳支舞吗？行啊。行。你会跳吗？你带着我吧。好，那你跟着我，左右，左右，是这样吗？
三姨儿，对。为什么走那么近呢？哎呀，我哪有时间管他的事儿啊！你们俩关系那么好，他没跟你透露点什么？他要是能跟我说就好了。我是觉得呀，您劝劝小燕，别让他跟刘大夫走那么近了。可能是我多心了，咱们毕竟不了解刘大夫，而且刘大夫前两天还说放不下他原来的女朋友。这两天就跟小燕儿走得那么近，您不觉得太快了吗？你的意思是担心刘大夫利用我们家小燕儿，是吗？其实也不是，最主要的不还是小燕儿现在喜欢马龙吗？而且跟刘大夫比起来，我觉得小燕儿啊更适合跟马龙在一起。您看，小燕儿又单纯，又是老革命。又有您和赵政委这样的姐姐跟姐夫，我怕他到时候做傻事儿再后悔。我懂了，谢谢你。刘大夫啊，我们家小燕儿啊，最近经常去骚扰你，是不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呀？没事，谭大姐，我们在一块儿还挺高兴的。对了，你女朋友还没消息啊？啊，没有。说心里话呀，我知道你跟你女朋友的故事啊，我是特别的感动，真心的希望你们俩将来能够走到一起。啊，谢谢谭大姐，我们俩不可能了。是吗？那你应该再找一个呀，是吧？你要是不想找呢，你就继续等他，因为你那么爱他，对吧？就像我们家小燕儿，她特别喜欢马龙。你说我这当姐的知道了，我没事啊就得多鼓励她，让小燕儿呢有信心，因为我相信马龙将来呀也一定会喜欢上我们家小燕儿的，是吧？对。不瞒你说，刘大夫，就在咱们这周围呀，我还真的觉得除了马龙以外，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能配得上我们家小燕的人。你说是吧？对。刘大夫，以后啊你也帮帮大姐的忙，这小燕再去找你的时候啊，你就替我劝劝她，让她多去找马龙，好不好？一定。那我就谢谢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安静一下。我觉得在这个无比难忘的夜晚，我提议让茉莉同志再为大家朗诵一次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可爱的中国，方志敏。朋友，你们觉得我们的中国可爱吗？我想，你们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见解。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。一言气候，中国属于温带，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，就好比我们母亲的体温，最适宜孩儿们的卫衣。可爱的中国，可爱的中国，方志敏。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，康健将代替了疾苦，友爱将代替了仇杀，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，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。这是。
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，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可以美丽地装饰起来，与世界上各位的母亲平等地携手了。这么光荣的一天，绝不在遥远的将来，而是在很近的将来。 为什么不能陪我走完最后一程？你我时日无多，与其让你死在别人的手里头，不如我送你走完最后一程。要的，我何尝不想像你一样一走了之啊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活着比死更痛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白死。 首长来了，首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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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长，什么情况？有十一辆押工粮的马车，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这被劫了，所有的车把是一个活口都没留，而且这些公粮全都被烧掉了，马车也不见了。太嚣张了！哎，马龙。 那些马车呢？我们追过了，顺着车辙，我们一直往前追。过了前面那个山坡以后，就是石板铺的大路，线索在那儿，就断了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，都说说。这条路现在已经荒废了很长时间了，平常很少有大车走，估计这些车把是为了赶时间抄近路，所以才走到这条路上来的。看得出来，枪枪致命。
看来这批劫匪啊是训练有素啊，应该是正规的武装力量。是啊，如果要是正规的武装力量的话，那就跟曾高的那伙团伙脱不了干系。大勋说的对，沈阳附近的那些敌特分子，咱们现在都已经围剿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一些散兵游勇。在咱们的追捕名单上，有如此强大战斗力的人，除了曾高，我想不到别人。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？接下来，我觉得唯一的线索就是那11辆马车。现在马车很值钱。 这些匪徒把粮食都烧了，但是他们把马车劫走了，所以我想他们下一步是要想办法销赃。首长，我们应该联系当地的政府，让他们协助调查，还有那些在沈阳附近的小城市，也不能放过。好，这方面我来协调，但具体的工作还得靠你们呢。是，同志们，渡江战役胜利了，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！今天这个案子就说明问题啊，残忍狡猾的敌人。 只要不被我们打倒，不投降，我们就不能放松警惕。是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两天发生的那起公粮抢劫案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 上级领导指示咱们一定要尽快破案，接下来我分配一下任务，柱子，你负责查找这一次公粮案当中失踪的大车线索。政委已经跟周边的区县还有城市都打好了招呼，他们会配合我们调查，你一定要保持联系，不能遗漏任何可疑的线索。是。在这批被抢劫的大车里边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，一匹红棕色的秃尾巴马。 这批马的画像已经被发下去了，这也是咱们现在唯一的线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的调查这匹秃尾巴马。队长，有电话找你，我现在开会呢，让他一会儿再打。 他说是有关恶魔中校的事情。刘同，喂，秘书大队，你见着那个通缉犯了？对，在哪儿？在左家湾17号，我跟通缉令上的照片已经比对过了，一模一样。你是谁？喂，喂。 最近可老迟到啊！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演什么节目呀？什么什么节目？市里要办一台文艺演出，为了庆祝渡江战役胜利，大家都在准备节目呢。你呢？哎，要不你还朗诵那个可爱的中国，怎么样？随便吧。那我给你报上了啊。 喂，哎，你好，帮我找一下茉莉同志好吗？喂，你要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请你和马龙看一场烟花罢了。林牧阳，哎，茉莉，赵政委找你。 好像是说文艺演出的事情，你快去一下吧。好。你到底要搞什么鬼？你要想知道我干什么，就去左家湾17号。马龙已经去了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你就会错过一场精彩的表演，不要后悔哦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喂。
是恶魔中校，人都死透了，都出去！这有炸弹，疏散这儿的所有百姓。柱子，快去！连长，我不能离开你们。快去！执行命令，快！是。刘栋，你要是一动，这个炸弹就会爆炸，我俩都得死在里边。 现在我的手一哆嗦，我俩都得死在里边，站着别动。还要多久啊？ 三根线，一根黑的，一根白的，还有一根红的。你说，我该接哪根？